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，下车，下车。哇，这是什么人间仙境啊！哇，金矿。村子里，村子里。哇，走了。哇，大山里面还有这个拍立得，在这拍照。感觉这里比市里面冷很多哎。那肯定山里，山里大山都是很冷的，跟着周围全是山。对、啊。就是赖变形记。所以为啥？前方高能，你要转花手吗？卖花手转起来！哇！你看夕阳，我给你们再来一张，我们一起来一张吧。我们是夕阳女生团，我拍张照片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来拍那个哪个那个五角星。我们六个人。下大弄。不是，最后是一个人是这样。不拍，走了。哎呀，拍吧，好玩的那个，真的好玩那个五角星大妈摆 pose。大妈。哎，对。这个。来，你先摆。姐姐快帮我们拍照片，快！面对疾风吧！我们好像到了耶，你看。好，我们。然后我们现在进去探个究竟。探个究竟。这个房子好好看哦。哇，这个新民宿真的很棒。哎、好，现在这里有个攻略，第一个糖葫芦制作。哎，小时候你们喜欢吃糖葫芦？我非常喜欢，就是那种基本上都有个人骑着车，然后对卖的。我记得小时候吃的品种就只很单一，但是现在品种很多，有很多有水果的，各种夹心啊。现在看到这个照片就我想吃这个，那我们现在一起去做糖葫芦，走吧，一起走，走，红面的。